我哋喺度交流啲燒烤文化，想行下無國界料理嘛，所謂。哇！咁靚個粟米，個粟米真係好食。誒，個港式叉燒同排骨差唔多啦。可能由我哋呢個地點，我哋可能我哋個户外廚房開始先，咁我哋都想有啲香港嘅味道可以帶翻。哇！咁樣先。家居版惡媽卡西版本呢個係。这个年头提起疑问，总是令人联想到牺牲和放弃旧有的一些东西。不过已经来了纽西兰两年的 Andy 和 Renee 就觉得疑问不代表要放弃本身喜欢做的东西。在香港已经经营了几年野炊厨房和户外活动体验的他们，准备将野炊移师到纽西兰的家里面，希望就算个人不在香港，都可以继续同人分享到最熟悉的家味。今天有位香港人來自我 Renee 就已經是過了來紐西蘭生活的。 Hello， 早晨。我 Andy 咯，我叫做，啲人叫我做炮咯。开头做记者，跟住做广告。Renee 曾经在纽西兰读大学，后生嗰阵已经有呢边的居留权啦，而且比较熟悉呢边的文化。毕业之后，佢翻咗嚟香港从事广告的工作，直到生咗小朋友，为咗令佢哋有更加好的教育同埋生活环境，两年前就一家几口移民过嚟展开新生活。咁今日咧就多謝你哋邀請啦，係啊，我哋嚟到啊，唔係你邀請我，多謝你邀請，因為呢度我哋買嘅時候係一層好舊嘅樓，七十年代起嘅樓嚟嘅，但係就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重新執嗰間屋咯，要。有一段時間是有很多漏水的問題，又發現個屋頂原來又有屎殼，揭越多問題，所以就搞咗年幾。咁以你哋呢間屋嚟講，有冇話？叫做中型 size 定係都叫做大，定係一般其實一般咯，中型下面呢一層咧就係、是、爹哋媽咪住嘅一個空間，係、部 lift 嚟嘅。lift 嚟嘅。因為老人家行動唔方便。Auckland 雖然係 city 啦，但係佢會限定邊啲區係住宅區咁樣樣啦。咁呢啲住宅區大部分都有前後花園嘅。咁如果以Auckland 呢邊嗰個樓價嚟講啦，冇話平均要幾多少錢先？哇，好浮動喎、啊！睇下同埋邊區咯，由幾十萬到幾百萬都有。Andy 同 Renee 一路都好中意煮嘢食，同埋研究唔同嘅食譜。Renee 幾年前因為做嘢嘅關係接觸咗露營，而 Andy 細細個玩童軍開始已經好中意 camping 噶啦。兩公婆發現喺大自然用柴火煮食，正到好似開咗一個新嘅宇宙咁，佢哋就毅然離開全職嘅廣告行業，開始喺香港搞唔同嘅野炊活動，同埋開班教人野外煮食。佢哋成功令好多香港人接觸户外嘅柴火煮食，每次舉辦活動都好快爆滿。所以嚟到紐西蘭，佢哋決定繼續搞落去。因為睇中嗰個地點，佢有兩級，咁樣好啱我哋想做我哋想做嘅嘢啦。有足夠嘅地方可以聚到人嘅環境啦。咁我哋就將原先啲間隔剝冧咗，重新間過。所以嚟緊就想有啲 cooking class， 真係喺屋企發生嘅時候就可以用到呢個空間，即係前後兩邊咁樣。係呢邊一邊，嗰邊係嗰邊。其實後邊主要都是種嘢的，依邊就一邊種嘢，一邊就係呢、即係專登鋪咗石春。係因為如果佢本來是草地嚟嘅，咁但係因為如果我哋要成日喺度踩來踩去，佢就會死㗎啦啲草，同埋喺度燒起火的話。即係呢個係你哋專登訂嘅野炊爐。係。嚟自阿根廷嘅東東嚟。係啊。咁我哋就做啲四五十人嘅晚餐，咁然後一次二百幾人一齊嘅兩三日兩夜嘅幾轉嘅活動。我哋不斷喺度煙燻三文魚啦，對住個火爐燒幾百隻雞咁樣。嗰個成就感或者嗰個原來嗰個野炊，我哋可以帶咁多歡樂。以前喺香港搞野炊，要揾一個可以用柴火煮食嘅地方都充滿限制。一般都只可以在長洲的西園入面搞，嚟到紐西蘭，他哋索性想將香港呢個天馬行空的想法搬入嚟屋企。不過，單單是揾適合的屋，
落手落脚将旧屋同埋花园修理好，加埋试验唔同嘅野炊食谱，都已经花咗一年几啦。咁开头系一个生满咗杂草嘅一个山坡，点解种辣椒呢？因为呢度卖辣椒贵。真系啊！好贵，八九蚊嘅要，八九蚊有三条柳子，三条。呢个应该系好似啲小唐菜嗰啲 friend。咁嗰啲系生菜、萝卜巴，咁呢个系萝卜仔。萝卜仔啦，系有啲金针，金针文耳清鸡啊！呢棵系就系石榴嚟嘅，但系好细粒嘅，呢啲叫做 strawberry guava。政府叫你唔好出售或者转让呢一种树。咁系。不斷繁殖就會影響咗其他物種，除咗要適應呢度嗰個生活節奏啊、文化之外咧，其實好多呢一方面嘅知識你係需要去學習。係啊，根本開頭我都唔識。點樣打理個 garden 啊？點樣去處理啲農作物啊？我諗喺香港，你住一間屋好多年，你都唔知分唔清邊度係東南西北。呢個香港比較少見嘅非細果係呢度嘅。特產生果之一，有少少似林嘅啤梨。哦，我中意啊，好好味啊！附近嗰啲社區小菜店，我都有得賣嗰啲士多啤梨。食只箍筋吧，俾人搶相機啊！呢個算唔算係其中一個最中意你買嘢？係嘅，因為。揸車經過去有啲牌棟喺度，佢就話今日咩平咩平，一蚊乜嘢一蚊乜嘢，咁樣都係嗰句不時不食，即係你啱季節嘅嘢就係平。一唔合㗎嘛，你哋食嗰啲飛濟果，一袋要七蚊。大袋十七個幾，得。呢度嘅三文魚啲魚油好堅好犀利。所以我哋就係覺得佢生食同埋灼一灼佢揾火，撇曬啲魚油出嚟係最好食。喂，食飯小朋友，食魯肉飯，食魯肉飯，陣間。食 cucumber burger。cucumber burger， 係啊，好食噶嗬，咁樣夾住。兩公婆搞嘅野炊廚房仍然係籌備嘅階段，未正式開始。而今晚呢个试验版，佢哋就请咗一班喺纽西兰住嘅香港朋友嚟租下白老鼠。你哋对上一次咁样玩法系几时啊？我第一次噶嘛。第一次。第一次嚟噶呢个。之前香港有冇野炊？试过。哦，初体验。你們擺到好似開住，我要開住台先。今晚咧，我就有幸參加 Andy 同埋 Randy 搞嘅野炊啦。呢個叫 Asado Cross， Asado 即係燒嘢，呢個 Cross 即係大家睇 documentary 成日見到呢個 Cross， 或者有一個好似天線咁嘅十字架個 Cross， 就串住食只羊嗰啲啦。野炊吸引之處係。是每一次都不同，有時會因為天氣，有時會因為你蝦碌失手，有時會因為食材，總有一些你在廚房控制不到的東西。看到他們弄了一個很精美的宇宙火食的直火晚餐奧克蘭版本。 Baba 的爹地他釣魚的，他就早幾天釣了一條兩個人那麼高的馬林魚， reheat 它一點，然後就會做一個沙律先，會有燒牛，咁我哋用泰式嘅做法叫 Crying Tiger， 咁個味道去醃咗佢油甘魚膠啦、帝王魚膠啦，配一個粵式嘅魚露汁啦，自己玩自己之港式叉燒 and 燒排骨啦，靠嗰個熱力同埋嗰個煙燻嘅香味，令到嗰件事更有風味嘅。低温同埋慢烤咧，你嗰啲肉咧就會越 tender 嘅。聽我哋今晚有個特別嘅身份就係、是。叉燒餅，重點係有竹君總安嘅，哇，好有 feel 喎！依個係鄰居送嘅，前晚cherry wood， 之前佢冧咗棵樹，乾咗就可以用嚟煙燻嘅。有啲 apple wood 同埋 manuka wood， 哇，咁樣先？依個係 chimney， 即係煙通效應。咁跟住佢有空氣一路扯嘅時候，佢就好快就會點得著啲嘢。開心嘅就係食嘢，食同埋睇炮哥，幾好睇我真人表演。唔係因為嚟到呢度
你想煮翻嗰陣味啊，咁你又要用翻呢度嘅食材。咁當然而家嗰啲調味料啊，好多中式調味料都好容易買到，但係你真係要落手落腳去試啊嘛。哦，原來呢一種魚係最易起膠嘅，嗰一種肉係做乜嘢菜式係最好嘅。咁你即係其實煮嘢食對於我哋嚟講係 life skills。爸爸媽媽同細路仔一齊整，嗰啲開心、嗰啲滿足、嗰啲眼神咧，係從來未試過嘅。佢話我仔平時唔食咁多飯嘅。有個家長走埋嚟多謝我，我女兒平時唔食魚噶，佢而家話佢以後要食三文魚。係啦，你哋見唔到有啲火上嚟嘅，但係其實佢好熱嘅。你試下擺下手喺度。無論是當地嚟咗嘅香港人，或者是我哋將香港嘅味道介紹俾呢度嘅紐西蘭人，咁我哋好似係一個橋梁咁咯。哇！咁靚嘅粟米，真係好黑㗎！個粟米真係好食。Passion fruit 蘋果醋、蜜糖、油鹽、黑椒。誒 ，dip some sauce。咁啊，繼續肥。得㗎啦！如果即係想象下，如果之後即係喺佢哋屋企定時定候有一啲咁樣嘅野炊活動啊。會係點樣嘅一回事啊？一定會參加啦，因為佢哋之前都教我哋，即係佢哋成日諗啲唔同嘅 recipe 啊。我哋嘅徒弟仔嚟嘅，因為其實啲人成日去咗一個新地方生活咧，都會掛住屋企嘅嘢食啊，即係嗰種家鄉味。所以我哋咪煮港式牛腩咯，雞批啦，豬皮魚蛋，豬埋係好食，整到好食過香港。我哋。走之前有個 video 出咗，唔知點解就好大迴響。第一日去個女嘅學校攞車嘅時候，突然間有個車鏟埋嚟，我以為咩事，咁原來就係阿 Ian 兩夫婦啊。咁跟住就話：，我哋睇到 video 啊，好感動啊，咁樣交換咗電話號碼。唔係，因為其實你話移民啦，咁你要投入。當地有翻一啲香港人喺附近，其實都係需要嘅。呢啲時間一齊咁喺度成長，或者係互相扶持啦。好似你有一個踏腳石嘅同時，你就會再 explore 第啲嘢。咁然後我哋咪好努力咁去學滑雪啊，或者係煮嘢食啊，交換技能係啊。做個燒臘嘅人都知㗎啦，你要做個生醬嘅，唔天然嘅就係紅色食粉。咁但係依度又咁容易買到紅菜頭，打個紅菜頭，最尾加兩羹，咁就成烹就紅卜卜。Ta-da！ 晚餐嘅，好開心。好啦，我入去切啦。哇！好正啊！係野炊版嘅香港叉燒啊！哇，好靚啊！但係佢多咗一個好強嘅煙燻味。我諗真係好似平時香港食嗰種燒味飯，一定要有。哇！呢啲咩嚟㗎？邊度打翻嚟？自製㗎，九龍醬喺香港買翻嚟。好多人移民都會揾新工，重新開始。Andy 同埋 Rene 呢兩年都同香港嘅團隊緊密聯繫，要佢咁樣打理生意。同時做下唔同 freelance marketing、廣告商業等等嘅工作去維持生計。不過佢哋呢段日子已經暫停喺香港嘅事業，除咗想慢慢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新地方，更加重要嘅任務係想全心全意照顧一對孖女。放學我哋就翻屋企咯，有時要去上個鋼琴，有時去游水，一陣就同小朋友去玩。係啦。Hello Phoebe， Phoebe 姐姐。咁本地嘅嘢其實因為佢哋啲 labour cost 都會相對貴，咁所以 overall in general 啲嘢一定冇香港咁平。同埋最主要呢度有銷售税，15% 嘅 GST 啦。咁有銷售税就你衣食住行你都係要俾嗰、那個俾咗嗰個税錢落去嘅。我哋都覺得咦唔係喎，好似貴貴地喎啲嘢，但係好快就明白哦，適應啦。但係你話係咪貴到？幫唔到又唔係，即係有選擇嘅。你平時收税收得高，因為都
個人收税其實都30%嘅嘛，其實個政府係會用翻落去人民嗰度咯。教育如果係喺個 in zone 咧，你就可以讀翻本區嘅 public school， 其實讀書曬免費。咁但係小朋友就係細個嘅時候睇醫生唔使錢啦。咁所以一般簡單藥唔使錢添啊，老人家係啊，仲有驗身咯，驗血又係。很簡單，很免費的。星期日你哋一家大細出去玩，咁就 parking 唔使錢啦。因為個油價亦都相對合理啲嘅，打仗嘅時候就浮動啲之外，油價突然間有補貼啦。但係公交事實上唔係好特別完善咯，呢度啲公交，因為唔夠司機啊，就有好多時會誤點。我都包咗布過嚟，勁啊！哇，俾人練踩滑板喎，呢個係。都幾神奇啊！依度啲設施，嗰啲上滑梯三層樓咁高啊！小朋友有冇掛住香港啊？掛住香港啲咩 ？Food， 朋友，嘢食。你有冇掛住香港啲朋友？你掛住邊個 ？Sophia 妮妮。Sophia 妮妮。最中意食咩啊？香港。掛住香港麵，雲吞麵，最中意雲吞麵啊！其實嗰陣時唔係我哋憂慮㗎，唔係我哋擔心小朋友唔知食唔食嘢。好慘，因為嗰陣時佢哋小學翻咗冇幾耐，跟住就疫情啦嘛，咁成日都喺屋企網上上堂，咁你都冇得同學玩，咁但係好快，你都知細路仔其實適應力好快。好多時候我哋揸緊車，咁然後佢就會話：媽咪，我真係好開心。學校是全世界最好的學校。當時他其實不是很喜歡上學，在香港很多功課，功課又艱辛。現在就是他們有一個學習興趣，先生會是不只是想著教他們東西，態度是由小朋友出發先。我會不會都擔心冇幾耐之後就啊，佢再唔願意講廣東話啊？唔使擔心，已經發生緊。我極其量只可以同佢一個禮拜大概上一堂廣東話，佢開始唔係好明白我哋講嘅，有啲詞匯。咁但係你話係咪關於中文啊？關於記唔記得香港啊？我又唔係咁擔心啊！我總相信佢哋依一代唔係淨係屬於一個地方噶啦，佢哋去邊度，佢哋第時會自己決定噶啦。因為我啲細路仔好中意動物，免費啦。同埋係regional park 嘅一部分啦，但係佢有人管理咧，你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同啲動物接觸啊。燒木或者燒炭都 OK。因為佢有個鐵板喺度。全部都係免費嘅設施。Daddy, can you help us open it? Can you please try first? 哇，幾靚！掛住香港系列之菠蘿香腸。要行啦，一人一個食埋佢。吃埋呢个先，俾翻呢个姐姐先，自己攞手食。呢个喂你。Can I wait it？ 好中意鸡啊！次次嚟都揾鸡仔。佢哋快嬲咗。Daddy, can I touch it？ 我都唔知嘅嘢。Chickens are descendants of dinosaurs。听到吗？同恐龙嘅近亲，原来就系鸡。跟住佢哋發現咗呢個真相之後，就哇，原來雞係咁勁嘅。Daddy, this pig was snoring。佢說得大聲啲，定爸爸鼻鼾大啲啊？呢度就我哋所謂嘅灣區啦，小灣區幾個沙灘夾埋一齊嘅一個長海灣。啲女一開始大，跟住個環境越嚟越唔對路，頂唔順啦，即係嗰個情緒又出現咗幾大嘅問題，個身體亦都出現咗幾大嘅問題咯。開頭嚟嘅時候懷疑啊、struggle 啊、擔心啊、爸爸離開啊、媽媽唔捨得啊，亦都好多 uncertainty 啊。好坦白講，走之前係好 low 啊！即係開頭都燥啊！即係開頭都覺得做乜樣嘢慢過香港咁多㗎？揾人原來唔係依度太慢啊，係因為香港
太快啫。我覺得好有趣，就係你哋冇放棄過喺香港中意嘅啲事物啦。點樣去處理思念或者係思鄉呢樣嘢？因為單憑嗰樣嘢係我哋最喜愛嘅事，咁就用一個最直接就。不是不做啊，即是幫他轉換場地而已，我們會掛著一些東西，但是這裡也會融入，那就是就很努力地去做以前的事。 我想這兩年大家看到很多移民故事都去問這些問題，怕不怕小孩不記得香港啊？你問他最喜歡吃什麼？葱油拌麵咯，豉油黃炒麵咯，是雲吞麵咯，食物令我們開心，也都記載著文化。原來 我兩年就發覺，其實我每天都是煮回香港的味道嘛，在家裡。那你去到哪裡，你都是那條根都是在那裡嘛，有很大部分都還是在回以前那裡的嘛，是吧？有根有強，那條根不會斷的。歡迎來到紐西蘭。